一人举一枚，来，小朋友拿这里来。来，一人举一枚，分别配在那对方左手的无名指上。带上一生的承诺，带上一世的祝福。今天，你们的无名指将不再无名，因为它被注入了一个新的名词，那就是永恒。OK， 朋友们，今天啊，我们美丽的新娘准备了一番话，想对在场的所有来宾说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娘致辞，有请。长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新娘。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和龙腾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，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挚友。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专程为我们而来，舟车劳顿，大家辛苦了。其实我期待今天已经很久了，因为我觉得只有在这样一个场合，我才可以郑重地说出我的感谢。首先我想感谢我的父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生命含辛茹苦向我抚养长大，给我全部的爱，尽其所能给我好的生活。我知道在今天这个场合，你们的心情一定很复杂，有失落，以后又多了很多爱我的人，请相信我的选择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遇见了这么好的公公婆婆还有爷爷奶奶，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们俩付出，帮助我们这个小家成长，尊重我，爱护我，会记住我的喜好。很开心能和你们成为一家人，我想请四位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的生活，将来无论是有福还是更有福，幸运还是更幸运，我们都会坚定地站在彼此的身边，履行好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上孝父母，下教子女，和睦亲友，我想这是对你们的爱最好的报答。接下来的话，我想对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说，亲爱的龙先生，很开心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成为你的新娘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正式以妻子的名义和你共赴余生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、照顾和体谅。祝愿情多之下。最后，再次向所有的来宾和亲友致意，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如约而至，特意前来为我们平凡的爱情做一个重要的见证，是你们的祝福凝成了这个让我和龙腾终身难忘的时刻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顺意。好，谢谢新娘的致辞。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爸爸妈妈和我们新娘的弟弟，他们眼里呢都流出了感动和不舍的泪水。相信啊，在生活中爸爸妈妈和弟弟呢和他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，然后他感谢了爷爷和奶奶啊，因为在我和新郎新